我们能够见面，也算是缘分了。有了他，能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我的愿望就是和大帅哥谈恋爱。这个根本不符合物理规律啊！你可真是宇宙大爆炸级别的变化，你能动我呀？你是不是抽纸了？我要从头到脚都焕然一新的感觉。 Alice，逼得宝，吴文化，他怎么也在这？看电影。我这是遇到童话了。不过是有代价的。什么代价？你没有发现吗？有熟人爆料，您的身份背景全部都了。艾斯小姐，您是第三者吗？艾斯小姐。小心啊！小心！ 小希，你脑子里记忆都是乱的。你不是小希，我是小希。人总是贪心自己没有的，却不懂得珍惜自己拥有的。我就想变回去，这一切都变回去。